大家好啊，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是2022年的11月27号，现在是12:56。我现在在福建省水头镇南安市水头镇这边。那我们本期的视频就是要逛一下这个骑行逛一下水头镇的这个街景吧。也没什么目的，那就附近转转，那看看周围发生了什么，有什么变化，就是转一转。那我们现在出发。今天有点阴天，今天阴天，我发现那个就是我们水头镇，水头镇的里面这里，就是晚上的时候好像比较热闹一点。晚上的为什么晚上热闹？晚上很多摆摊的，摆烧烤的，好像晚上比较热闹一点。早上，现在是早上嘛，现在是中午嘛，中午多钟。中午的时候好像比较萧条一些，就是说大家好像还没起来上班呢。这边呢，右手边呢是世纪新城小区。这边这里是世纪新城小区，这个是世纪新城小区。这里是元昌月景台，你看。大家看一下，这块地不是干嘛的？这块，它好像弄到那里。放大一点，我就放到最大了。那里停车场吧，还是停车场？这边是停车场。等一下我们要过去，行，那我们先过去再看看。现在流行瓷砖美分啊，我以前我好像都没听过这个行当，瓷砖美分。这一侧呢全部都是做全部这一侧，左手边这一侧呢是全部都是那个大排档，那右手边这。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这难道这里也要做停车场吗？也有可能。然后这里也要做停车场，不知道。你看这里有个停车场的牌子在这里，停车场的牌子在这里。
行，那我们出发。左手边就是全部烧烤啦什么之类的，晚上大排档的。我们闽南地区的那个，闽南地区的这个泉州地区，应该说是泉州地区的那个天气气温还是不错的，就是说比较宜人，冬天应该不会太冷。夏天呢，热也是只有那几天。那说到天气，我就想起了，就是我固有的想法，我以为赤道边上的，就是赤道边上的这种那个天气肯定非常热，这是我固有的想法。就是说赤道不是太阳直射嘛，太阳直射。会不会是非常热？就是说固有的想法是以为赤道边上应该非常热，不过我今天又看了一个消息，就是说赤道边上的就是天气温度呢是10度到20度之间，还是10度到25度之间，非常宜人，非常宜人。那为什么我会觉得赤道边上的就是一定是太阳直射的地方就非常热呢？就是可能就觉得，你看太阳直射大中午，以我这个以前那个想法，大中午嘛，直射下来，那肯定是非常热的，紫外线什么之类的。所以说很多事情，要去了以后才能验证。别人讲的。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说的废话。别人讲的只是代表，代表他，但是他不能为他的这个，言语负责任。真的吗？有验证过吗？不知道，因为对他来说，赤道离他很远，赤道很远，他即使是热的。像火焰山一样的也对它没有关系，冷得像北冰那个北极或南极一样的也跟它受什么黑龙江啦、不黑龙江是那个哈尔滨一样的也对它无所谓，所以说它不对这个负责任，它只能说是，而且只要是我把别人的那个所谓的观点以为就是。我自己的观点一样的，因为我也懒得去验证，也那个没有时间去验证。那我们现在来到那个这左右手边呢是明超大酒店，那这来到这里是交叉路口，可以过去了。这边有一个大屏幕，大屏。下圣街。邮政。我反而感觉到晚上还比较热闹，早上的时候好像不怎么热，就是说现在也是大中午了嘛。今天天气也比较阴凉。这个水头到石井的公交车，
这个停车还是要收费的，这里。我是看到那个标志上面说要有停车收费的这个标志牌 P 统一朝向临时，南新这几家好像关了。哎呦，早上的时候还没，不，晚上的时候还没感觉到，好几家都关店了。早上一看，可能是晚上的时候。那昨天晚上应该是昨天啊，不是说是昨天晚上的时候，觉得都是就是不是闭店，就是说结束营业，我以为是结束营业，原来是关店的。右手边我好像没怎么去过，右手边去右手间，和平路，去和平路看。和平路好像没怎么走进来过。和平路，这里有个大钟。和平路这个是什么小区啊？我看一下，应该是比较好的小区。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小区，我看一下，停下来看一下手机是什么小区，在和平路这边。时代广场。时代新城，对，时代新城，和平路这边，时代新城，也是比较大的，就是说比较好的小区，在水头镇里面，除了世纪新城，然后时代世纪新城啊，时代广场，时代新城。Thank you.
时代新街啊，这条路叫时代新街。这里的店铺会稍微多一点，好像商铺。就是路有点啊，好像感觉路有点窄一样的感觉，是时代。哎呀，这是。这条街呢叫影视街，影视街，影视，能拍电影的影视。看一下，胖姥姥也在出租。这里应该商铺还是挺多的。苏 A 呀。辆车苏 A， 苏州的跑的车。
这边呢是时代时代新城，这个地方我来拍过。这时刻他要去哪儿？要走。晚上这里可热闹了，什么大排档什么之类的，全部在这里。时代美食街，它上面有一个标，时代美食街。我们进开进去看看吧。时代谷，这是什么路口？下新街，这里很多二楼嘛的，可能这边哦，这里有个一点点，是那个饮品，好像是台湾的那个饮品。吃沙县小吃吧，沙县小吃。这辆车真的是，哎。
吃啥？啊。这年头谁都不傻了。你现在干什么？现在想打工找不到老板，人家都是二的妈，不管是谁二的妈，二的妈都干得垮的垮的，我就这样。都一样的货色，我跟你说，老板都一样，这老板都是坑，都是以为自己利益着想的。拌面吧。拌面一份。嗯，拌面。他哪不为自己赚钱是吧？就坑骑手，坑商家。真的想买过来。就一个真的打包吗？好。就一个真，一个真的，一个茶叶蛋哈。好。八块。你的钱不会过半年，每年都有一两百万出来，你都没有买花钱。拌面四块，然后就一个拌面吗？还有别的吗？啊、还有什么？还有扁食还是炖汤？嗯，扁食吧，来来一个扁食。小份的啊、大份的，大份的。哪个扁食大份？拌面小份是吗？啊，对。好，两个都大份吧，两个都大份。啊、拌面、扁食都大份。啊，对。老板多少钱？13块。微信收款16.05元。干嘛？多少钱？再多耍点，再挣就多耍五毛钱。真是的。这么客气。他跟你开玩笑的，连真耍。完了，那你大家在吃饭，你要鼓励人家。晚上少少一点啊。不不，下次吃饭的时候多炒一炒。微信收款13元。对对对，那多少钱？21块。哦，不好意思，再麻烦再少2块，啊，15块。好好。那我不知道。我上懵了，不是你的错。微信收款21元。没人呢。你那房租现在多少钱呀？7000。哇，那你这个也不便宜哦。这边差不多了。你就，哎，他这比我们更长哈、哦，更深嘛。对，面积会大一点。微信收款2元。我这边拿29。楼下他说是产量上是，他是37点多，然后他说是有40，我也怎么看？你那个每年都递增的吗？对，你们有吗？你那房东挺狠的。他每年年。现在生意那么难做，还增保险了。我这个灯跟个屁啊！我们马上就是要灯啊，不灯的话，你可立马搬走啊！哦，这么牛啊！那没办法，那这么烦，那没办法。他就直接这样讲，我就是要这样做，你不，你不开，你可以搬走啊！嗯。总有联系事啊，没办法。你看那个榴莲的又准备那个了。榴莲准备转了，要转了。榴莲没生意，他的都做平台，我房子没有，房子都没有，没必要这个10000多块钱房租放在那边，你啥用？他都做抖音团购的。他都经常的，他都做抖音团购。是啊，抖音团购的呀。这拌面。哦。他是这样的。拌面和那个一共是10几块钱。他那地方也小，没办法做。10000多块哦。扁食。你有做抖音吗？9块。如果做平台租那么贵的房租，不是浪费？没意思哦。那个杨小红租的那边做核酸那里才1000块，就你最早的做核酸那边嘛。对。就像那个喝奶茶的客人，你像你吗？那个不会太爽吗？他不是，他之前也10000多，他现在搬那边就4000。
4500那边就开了嘛，那边就做什么？那他到那边来划算，那边4000，那里1万，他啥都没有，没有什么常识啊。他们没什么常识。之前多，这两年疫情完了就是一路一路一路。几号？我们店里面现在也都是老顾客来，新客都很少，没人出来逛，你就没生意了。对，也很高。大概叔叔那个工资多少钱？两块豆干，13块。上午不行啊。
放心了。老板，你们说你们这个店一个月多少钱啊？租金啊？1000块。啊，刚才那个人说7000还是什么？他的要7000，他房东他每一年都递增的。哇，比较狠一点。多大？就我一个门面，他比我深一点。那你这个呢？每年都递增是不愁找到那个接盘的啊？每年都递增是不愁找到接盘的，可能位置比较好吧。现在生意不好做了。他在我这一排里面啊，也是你这台啊？对，就在一排，就一点点，他在隔壁，刚好定格。反正美团饿了嘛都要抽，美团饿了嘛都要抽，都要抽啊！现在赚多少啊？20一个点。哇，现在以前好像没那么高吧？以前没那么高，后面涨上来了。20啊！15个啊，后面也涨上来了。拍视频的。嗯。这么小的。啊，是啊，进入生活。你做抖音了？不做，我是记录生活而已。抖音都是一小段一小段的。这个人录多长时间？是根据他的内存卡。根据内存卡。容量大了就大了。啊，对，容量大，他就最大就是256 G。对。好像是你们说，好像抖音也有点外卖的，我不知道。啊？你我以为你也像他们开抖音的。我不拍，我没拍抖音。记录生活。啊，对。个人兴趣。抖音都是要精简，我没那么多时间去那个赚钱啊。开抖音赚钱啊？是有部分人赚钱，但是大部分哪有每个人都赚钱的？大部分人不是都是陪跑吗？对，都是陪跑的多，靠赚钱的是少的。啊、对，那种是我跟你说，在第一年武汉那一年疫情、那时候做抖音做出来了，如果说开短视频。那真的是好多就这样做起来了。大部分现在很难，大部分还是陪跑的。这大部分陪跑自己玩，就是说。对，哎呀，只要是记录生活，自己开心就好了，是吧？是。你现在就是纯属娱乐。并不是说一定要，刚开始人家玩这个的时候，并不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以那个。要赚钱，不是以赚钱，一定要有团队的，没团队做不起来的。嗯，是。那个谭毅就是那一年火起来的。很多人都是在那一年。他过几天开了个31号，不知道。1月30号开3周年。那种他是艺人啊，毕竟他是有才艺的嘛。他这个主要，其实你能赚钱就是你个人魅力啊。他签那么多粉丝都是为了直播带货。嗯。反正
直播带货是没错，但是昨天晚上祁同不是也带货啊？他不带货的时候有6-7万人听他唱歌，一带货就剩一个2万人。两万人，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有些几万都是水军比较多，不一定有两万人。这个就搞不懂了，不知道他那个怎么统计的。哎呀，很多就是水军嘛。但是你必须有那么多 ID 进去啊。啊，是啊，那他有那么多手机啊。是不是一个人操作几十部啊？50-60部，一个人操作50-60部也不正常。一个人可以操作那么多？对啊，就是排满了桌子或者柜架上面，用同一个电脑来操作。太牛了！你不是太牛了，赚钱的方法不一样。你在那个位置上面，你也知道。你都是包装的嘛。那你像那个淘宝那个天猫上面那些好评那么多，你这个是微信的是吗？啊，是。你这啥牌子的？大疆的，听过吗？大疆的、啊、对对对，就像、啊、就像大疆的无人机不是那种、啊、对，它是盛产的无人机，但是那个产无人机大家就比较听过。对呀、啊、你这微型的摄影机是吗？就是 pocket 的、手就是手持的，对。你这是手持的、啊、对、哦，是我看很多人用去，比如说去外面拍那个的时候，很多都是用无人机嘛在拍摄。无人机，我跟你讲，无人机啊。这个使用还要有一定技术啊、不是一定技术啊。首先第一条，你要搞清楚你的活动半径有多大，你能出去吗？是吧？你一天到晚就相当于有些人买了房子，说采光不好，是吧？我不知道你听过这个段子没有？说采光不好，然后那个门卫的保安说，你需要什么采光啊？你早上天没亮你就出去，晚上天黑才回来，你需要什么草原？要看你，比如说对于上班族早出晚归的人，就采不采光，真的是不怎么那个了啊。那对于常年经常有待在家里面，必须要有采光，是吧？是。然后你要看很多人就是买过去的以后就放就飞了一次，新鲜感过了就放在那里。所以说还是个人所需不一样。个人所需，自己的需求。首先你要考虑什么？考虑到你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要拿来干嘛，你要来盈利，还是你要当做工作机，还是当做娱乐记录生活，心态要先，首先第一条心态要摆正，不然你有些人辛辛苦苦一个月3-4千块钱买那个几万块一两万块钱，心疼了，知道吗？是啊，然后又不能出去，知道吗？又有工作绑着来，两个其实就是又把自己的想象，有些人就觉得这个很稀奇，哎，这无人机，他手头上有钱，他就会想去买一个。如果说那个没必要的，那就没必要去花这个钱，那就用一次放在那边，那就没必要，是吧？是。你像我们这种人，我们就没必要买那干嘛？放那边睡觉吗？那个钱不好花吗？是，你宁愿去租一下，或者当你没必要就是。你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你都没看过，你怎么还看？是一样，做工作是要抬头看一下这个市场行情怎么样，就是说你们这租金怎么样，是要去找工作一样，你要自己需求，你自己会干啥，你想干什么是一样道理。没很多人是没必要去买无人机的，大部分人买。那老师他们出去旅游，其实我跟你说，现在的存储就是那些人有出去，就是做工作。有的他们疫情呢，用无人机帮他们送水啊，送方便面这种。那是很。那不太可能，那不是无人机，那受不了的，那是那直升飞机，差不多。那有，可以啊，无人机可以的。统称无人机，知道吧？可以啊。统称无人机有，但是不是那种拍摄的，好吗？但是那种，我就跟你讲，那种你那种的生活条件和你开的这个根本就不搭，你知道吧？就像你用劳斯莱斯、宾利去送外卖一样的，不搭的，知道吧？是，知道吗？可以。一碗大便池，这里吃的哈、对，方便的这个地方边吃吗？请您继续处理。
这个也要四五千块钱，这个。就相当于一天100块钱。好像有点下雨了。点点下雨，样样鲜火锅，这里应该是比较划算的吧，炒炒啊什么之类的。扁舌小炒面线糊啊，沙爹面，饺子馆，可以过了。这个是水头中心大街，这条。在建房子，就是这个原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这个好像是原昌粤景台的这个房子。
朝这个方向去。元璋月景台啊，这对。嗯，这你是在挖什么吗？买什么东西啊？周边有燃气管道，注意保护。这不是水管吗？这个是挖什么东西啊？这是污水管道。污水管道。大哥哪里的？下面有人吗？美国，机械干到了，机械哦。你们都是专业的，先找啊，挖污水管道。那本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或想看的话，也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留言，我能做到呢我尽量去做，如果大家还有疑虑的话可以加我微信或支付宝给我一点资助与帮忙，谢谢大家了。那本期就是在齐行水头镇傅家，在沙县小吃吃了一碗馄饨加拌面。行，那我们整期视频到为止，感谢大家支持。这里是福建省南安市水头镇，元昌月景台，这里元昌月景台，现在元昌月景台呢，正在修建。应该说是正在建设中。那我们本期视频到此为止，下期再见，拜拜。